大家好，欢迎收看365折扣好介绍，我是主持人 Victoria。 在我们的节目里，我将为大家搜罗最新最劲爆的折扣信息。如果您也不想错过这些优惠的折扣信息，那么请留意我们每周准时更新的折扣好介绍。好的，现在来让我们看一下本周有哪些折扣我们不容错过。每到长周末，总有许多购物优惠 HUMA 疯狂大特卖，由即日起至9月3日，只要您输入以下的优惠代码，购满85元即可免运费，部分鞋子更低至6折。又是长周末，怎能不到周围旅游一下呢？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购买4人游2夜入住 Cap Tremblant 的豪华 condo。 condo 内有厨房，有露台，可以饱览光山色，景色宜人。夏天就快要过去了， Wonderland 现正举行 Bring a Friend 网购优惠。如果你是 Wonderland Season Pass 持有人，您可以使用19.99元购买一张入场券，在9月1日至3日带上你的朋友一起去玩。又到了各个名牌换季大清货的时候了，由即日起至9月3日， Guess 举行 Goodbye Summer 大特卖，商品可达6折优惠。有计划在夏天过去之前到美国血拼购物吗？由即日起到9月13日，只要您到以下网站打印优惠券，凭此优惠券到 Coach Outlet 就可以得到额外的7折优惠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此优惠券在加拿大的 Coach Outlet 也适用。如果您也想以14元的优惠价格享受40元的正宗日本料理，那么就要到以下网站订购苏西凯日本餐厅的日本料理套餐了，机会难得，请勿错过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节目内容，谢谢。